全身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郭一子的郑宇朗。那我想今天花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故事，因为这一次的创业，因为我创业好多次了。那我创业到现在，这个项目其实是跟我的生命历程比较有关系，所以我想也借这个场合跟各位分享一下哈。那首先呢，我先谈一下我的经历好了。 我2007年的时候到了北京，待了5年。好，那我做的工作是从事非常技术过硬的工作。好，在大陆讲起来，那这个时间点对前进大陆台湾人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义啊，就是说08年北京奥运。好，在这个时间前后呢，中国第一次跟全世界证明它是经济大国，这在2008年。 那我刚好也在这5年的过程当中，我去见证了整个中国的经济起飞。当然，整个中国所有的城市我只熟悉北京，因为其他地方我从来没去过。好，那我在这里的时候呢，那我到底做些什么工作呢？我服务这个单位，国家发改委的下属公司，不是国家发改委啦。那我想在座各位可能对国家发改委没什么概念哈、哦。这个单位它非常的厉害。 因为它决定了全中国的经济走向。那用台湾这边的单位来看这件事情的话，它比较像是经建会。好，那它比较负责一些经济政策的部分。那我在那边做什么事情呢？我做这个工作。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这东西吗？07年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叫 big data， 没有这个名词，我只知道这叫 data mining。那其实我在搞这个东西，我已经搞很久了，而且是非结构化的资讯哦。 那我在这个工作历程当中，我做些什么事情呢？我尝试在很多的数据或者是文字当中找出它的脉络，然后形成一个政策给中国政府一个政策监理，就是这样。我就在做这样的工作。那当然了，我之前的老板是香港人，所以我才有机会过去，因为我是台湾人，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啊。那有了这样的工作经历之后呢，当我回到台湾来的时候，因为个人的一些。 张楚，我在网络上面找了一个画家，我看到我就蛮酷的。我回到，对不起，因为这个其实是我心里的写照。我从北京回到台湾来的时候，台湾给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。台湾怎么变这么糟？对，真的，我从大陆看台湾的时候，觉得它怎么会是这个样子？好，就是说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。就是说，当我离开金融海啸之前，我离开台湾之前呢，台湾。 因为这是我的家乡嘛，它为什么是这个样子？这是给我的感觉，所以我会尝试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。那当然，小时候老师教科书都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知识就是力量。那我就在尝试去思考，就是说，我回到台湾之后，那我过去的工作经历，还有我的一些专长，我可以帮助台湾做些什么事情。所以我尝试从数据里面、资料里面去找可能的机会。 我一直找，一直找，然后呢，我在2012年的时候，我就先做了一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如何要去获得一个非常大量的资料？这个时候 ，Facebook 给我一个很好的平台，就是 OpenGrad。那个时候，我可以在上面找到任何人的所有资料，然后我尝试用把资料分析的方式去找到精准的对象去做投放，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我想透过社群的方式，然后去解决。 如何把流量正确的流量带到对的地方？好，那所以，我其实在做的更进一步，就是说，其实也是 Google Search Engine 他们在做的，就是说我尝试找出兴趣图谱，而不是单纯的只是你的背景、宗教啊、信仰啊、政治啊、好家庭关系。我找的不是这个，我找的是兴趣，你对什么东西感兴趣，所以我给你看什么东西。 好，当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，大概在12年的时候啊，我可以做一些兴趣程度的量化之后呢，我开始遇到第一个问题，我到底要商用还是做社会化应用？我到底是要是拿来做 CSR 是企业社会责任，还是我要拿来做什么呢？那当然了，如果我做社会应用的话，我肯定会饿死，因为我已经饿死过好几次了。好，谢谢。<笑>那所以呢，接下来呢？ 我用白话文来讲这件事情好了，大家应该在场应该没有人没有 Facebook 吧？应该都有对不对？都有。好，那一般买广告应该是买那边嘛
那边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很单纯啦，我用白话文来做这件事的话，就是对不起，请你把你的涂鸦墙租给我，我跟你租你的涂鸦墙。这我一二年的时候就做了，但是呢，后来发现不能做，为什么呢？好好惨。哦，我先讲这件事情好了。哦，那我在2012年的7月3号到18号的时候，哈，我花了15天自然成长，我就捞了全台湾18万人的资料，我可以去分析他的兴趣，我可以知道他是谁，谁跟谁之间的关系，这个东西是有价的哦。以线性成长的状况来讲的话，我只需要半年，全台湾我都拿下来了，我可以知道所有人是什么样子，你跟谁是什么关系。哦，当然哦，你可能会想到说有没有个资法问题，其实没有，因为我全部都是用侧写的方式来了解你，因为你授权了我读你的资料，所以我就看得到你，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，对不对？但是它蛮好玩的。好，那右下角其实这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一个界面。那我原先打算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做一些商业应用卖钱的时候，遇到了一件事情，当然他还敌了，我不是就在跟他争他的利益吗？这件事情我就不能做了，我不可能在这边赚钱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做的那件事情等于我打造了一个平行 Facebook 的广告投放平台，他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，他怎么可能让我用他的 API？ 不可能嘛。那我要赶快去想我该怎么办，这件事我该怎么办。好的，所以呢，我就开始去找线索。2011年的时候， Nielsen 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统计资料显示，哈，92%的人有圈起来的地方，92%的人相信亲朋好友的推荐，这是广告形态里面最容易被接受的方式，也就是 warm 口碑。好，口碑，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个线索。那有了线索之后呢，我总要找一下这个题目该怎么调整嘛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去看了一下台湾的一些数据。好，数据发现一件事情，哈，台湾大概有20000家网络商店，当然了，台湾的厂商中小企业有128万家。好，那基本上这128万家全部都是利明斯的客户。那这个20000家商店里面呢，有80%月营业额赚不到8万块。那他们吃什么？我现在问题是他们吃什么？那他们怎么养员工？这是问题嘛？好，那这是第二个线索。第三个线索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，今天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是我对电子商务的一个看法，就是其实在购物的过程当中，它会分三个阶段，售前、售中和售后，有非常非常多的很棒的 idea 和很棒的创意，它其实都是在做售前，你要做的事情是如何把你的流量带到买东西的地方，也是让人家买单，其实你在做这件事情，没有错吧？你有多少 idea 其实在做这件事，这件事情上面呢，你的创意比你的资金更重要，你有一个好的 idea， 所以你可以不用太多的钱，你可能就可以让这件事情成功。但另外一个面向呢，是其实创意不需要很重要的，你只要很有钱，比如说我盖了一个仓库，我买了一个很大的车队，那个叫重资产，在售后的部分。那当然呢，前面有人做，后面有人做，经验老道的团队通常都是做重资产，年轻的团队通常都是做轻资产。那中间这一块呢，我发现没有人做这块的题目，哎，没有人做这一块，也就是说有没有机会在购物的过程当中就完成些什么事情，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个创意发想。那这个想法呢，就是有没有机会在购物的过程当中，我每分享一个人省多少钱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。当你有了意向，哦，对不起，因为那个 slide 我没有准备，有了意向之后，他就可以经过我分享几个朋友，我就结多少钱的账，好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发现，哈，传统的媒体广告，它就是我大量的去做散布，这个跟口碑的作用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所以19世纪的时候，百味之父他曾经有讲过，就是说广告费有一半是浪费掉，问题是我不知道是哪一半，所以我们可以透过 warm 的方式，让消费者彼此之间去互相引荐。那我发现这样的效果非常的好。好，我们曾经在去年12月18号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了一个销售测试啊。所以整个购意识它的结构其实是在想要解决一件事情，就是您看到就是说 MGM Member Get Member。我们有没有机会透过大家的口碑把好的商品推荐出去，
让口碑变成一种商品销售的信赖工具，因为你的 好的商品才会被推荐嘛，好的东西才会被大家看到。所以我们尝试就是把传统的电子商务再加上口碑这件事情，从社群、会员和商品业者，让它形成一个 ecosystem， 让它变成是一个生态系统。好，那我们在销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找了一本这样子的杂志，这个杂志呢，叫星期八。星期八这份杂志呢，它其实出来的时间不太对，不太对的原因是因为，台湾整个，因为在场有小朋友的其实应该还不太多，那我很快讲完，因为它的对手是巧言智，可能大家都有听过巧言智，或是有看过巧言智啊，那所以它这本杂志它很难卖，在台湾非常难卖，可是透过我们那个 solution 来卖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提高交易率大概30倍。这是实际上销售的一个成果。那我们在实际上销售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有发现口碑它有蝴蝶效应，它可以把不停的订单带进来。好，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目前还在做一些细节上面的调整，但是我们只卖一件商品，让我们在一个月，这是一个只有一个商品的网站，我们从台湾排名40万名跳到2000名，我们带流量的能力非常惊人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发现这样的东西其实应该可以帮助中小企业去发掘一些新客户，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往这个方面去做一些调整。好，那目前已经有使用过我们 solution 的网络卖家，大概有这些当年的营业额单每年大概破亿，像比如最旁边的海鲜市集，如果你有在 7-Eleven 看到大闸蟹那个订购的那个，好，全部都是他们出货的。他去年的进货量大概在3亿左右。好，那进一步呢，我想我借这个机会，我来介绍一下另外两个梦想。中间这个女孩呢，她叫 Angela， 那她有人认识吗？有看过吗？没有，真的吗？你应该可能有机会吧。好，不要，她离开微软之后呢，她就到乐山去做服务，乐山疗养院。乐山疗养院啊，它是针对身心障碍 的人去做一些服务啊，那他很精心在做这边，所以呢，我们这次的募资计划，如果你愿意支持够意思，我们会送你够那个乐山疗养院的笔记本，那笔记本是由这些院童他们需要被支持，好，然后他们有他们所制作的，然后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梦想，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看过新闻吗？对。玉女少棒队，好，但是他们背后还有一些事情啊。那如果你愿意支持台湾向下扎根，愿意支持棒球运动，因为他们都全部都是清寒或者是弱势家庭的小孩，你愿意，他们为了供养自己，所以他们是现在目前都是怎么讲，自己种米然后自己卖。但这个计划当然现在非常的做得非常好，它甚至扩大到扶助当地的弱势老农。如果你愿意支持够意思，我们也会送你这个玉米。好 ，OK， 好的。那对不起，我是借这个机会顺便推销另外别人的梦想啊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需要支持。好，那所以呢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最后因为够意思真正的开展时间是在2014年7月，那我这边先做一个简单的 pitch， 然后介绍一下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。那实际上的完整操作过程，可能等7月份再请各位朋友上台的时候、上站的时候再来做使用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我们热烈掌声，谢谢郑宇。